有些村民啊，在自己的地上种上了很多蝴蝶喜欢的啊寄主植物和密林植物，为蝴蝶呢生长提供了很好的条件，同时呢也搞起了农家乐啊，搞起了蝴蝶的啊养殖，发展蝴蝶工艺品的开发啊，蝴蝶美食的开发，为地方为自己的啊村庄增加了很多的经济收入。你看这张翅膀，嗯，我就拍了张翅膀。